欢迎收看《我爱桃花香》，一首给你请教，请水。你咧出唱片算几岁？差不多14、15岁。哎呀，国中二年，有够少年的哦。哦，囡仔时代啦。你算好运的。哦。你出唱片就做歌星嘛？真侪咱的东出唱片不是拢要做歌星吗？无啦，咱的东叔有较早囡仔毕业时阵为着家庭出来走跳。嗯。哦，上够代表性的无《苦情姐妹花》哦，相会江淑娜。也是讲，我出唱片之前，我嘛是伫即个餐厅主唱过一段时间。你有吗？高会开始哦。哎呦！我头一个迄个薪水袋哈，迄是那像伫个民国六十，民国好像六十，忘了六十五年吧。哇哦哇哦！民国六十五年还是六十四年袂记啊？原来你有。我读过小的时阵。是你有看家的过去了。哦，辛苦的过去了。今仔只两位真正是辛苦的过去。嗯。为今仔屁就开始一直唱。唱过即嘛，嘛是算较有迄心收啦。一定讲嘉兴的时候，看尽人生百态，连袂好感情搞起。好啊，来吴淑敏、曾心美。Hello， 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淑敏好，关姐好，大庆。阿关老公就这个高伟出来招跳哈。高伟招跳，我老高伟参加歌唱比赛，啊，然后再一会你餐厅主唱，可是你要薪水低啊。问题是养家啊，薪水低，真正要养家。真的啊，我妈妈那个薪水袋到现在还留着哎，她说我第一份薪水，是真艰苦哦，哇，比你更艰苦的中间人。对我来讲，我自己个人，我是可能就没有讲啊，细汉时讲去参加驻唱啊，是安怎？可能就是开始妈妈伊咧帮我报名歌唱比赛，啊，然后带我四界去。唱歌啦，吼啊，比赛啊，嘿，去比赛，参加晚会的对，嘿，啊，可是都会参加到迄个庙啊，或者是乡公所举办的啊，哎呦，那拢差不多啊，迄个时差不多啦，对，我嘛是差不多国小三四年级的，像恁讲的一种场合比赛，啊，但是我迄个年代有工地秀堂啊比赛啊，哦，真的，嘿，对对对，那工地秀啦，然后有庙会啦，不过迄时阵奖金几乎没什么奖金，因为我们是儿童组，好像都是奖品，奖品，对，奖品。啊，到尾啊，都奖品都愈来愈好。嗯，啊，直接啊，后来到国小五年级参加五等奖比赛。嗯，啊，大概叫写赛吴淑敏了呢。哦，嗯，有没有这边餐厅、这边驻唱过？有没有？有。小时候有民歌餐厅，我只有后来呢，后来金马是唱不了球。哦，金马嘛。嘿，我是写的西餐厅。有没有遇到那种奥 K？ 有啊。有没有这个？我唱过迄种舞厅。哎呦，我冇唱过。舞厅迄种的。还是我们为了赚钱。我想的问题是没有，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，就是万一照不起，是因为我年纪太小不能进去。不代表我们的歌不行，在那个地方唱，是因为在细汉那种场合是不能让这么小朋友进去。那为什么你为什么可以进去呢？不一样的酒波，赶快的形态啦，应该是有一挂，赶快有舞厅，有一挂舞厅吼，伊会当同伊囡仔入去唱，因那是一种噱头。啊，你若讲吼有诶吼较严格，伊可能囡仔袂当入去唱，有可能警察有当时会光顾一下，甲你抽查一下，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不好。不能雇佣童工。但是苏明公就有其实。人家在拖来跳舞的，是因为我们唱歌，我唱过内嘛，啊，我可能弄爱分段唱，唱这段唱探戈啦，啊，等下跳等下后人可以跳吉鲁巴什么一回，啊，就到了那个慢舞的时候，暗灯，只有我自己一个 spotlight 而已，啊，我就看不到下面有人在跳舞啊，看不到，奇怪，这个慢舞应该是只有两个人啊，贴舞嘛，男生跟女生这样，奇怪，那有三个人。撸条撸筋，撸条撸筋，哎，我终于看到三颗头过来了。原来中间夹了一个男的，然后两个女的，一个是舞厅小姐，一个是老婆，在互巴掌。对啊，然后就打到我面前啊，吓死了。你今天哪里有空黑哦？黑啊。啊，你那个时候，你那个时候的年纪，哦，真的是难怪小孩不要去舞厅。对，好，那个时候看到你。啊，有人来聊。太好。对啊。想说还好，第一个感觉就是说，现在不是我老爸啦。不是啦，但是就是比较紧张的是说，咱到底是要搁唱哈，还是要离开现场？对，感觉有点像以前的迄个餐厅秀。对对对。对啊，好像常也是有一些暴力行为。离开秀怕店员叫唱不过。啊，我嘛唱过迄个呢。我那拍了没？都拍没啊你啊？我嘛唱过迄个，像联美歌厅呐。有啊，那个我们都有啊。我们都有啊。对啊。我的年纪，我没有。我这一辈的啦。我没唱过。我这一辈我算幸运，有唱到歌厅。真的很棒哎。联美歌厅还有台南的。这是种经验吗？经验啊，碰过。歌厅秀啦，餐厅秀、歌厅秀的时候。对对对。看尽人间冷暖。哎呀，所以起码高冷兵也惊，对不？
有影响吗？有影响吗？你觉得呢？不只是男朋友啊，应该是讲交朋友啦，哈，是咱看人会特别较细腻安尼啊。你是拄着人掠狗的情形，算掠狗，心面捌拄着。其实我拄着诶，感觉有点像，但伊毋是掠狗，因为三个人其实拢是没有结婚，伊是来谈判诶。因拢两个拢点点哦，佮一直亲啊，我佮一直想，嘿，就亲诶，嘿，我一直想，就想要唱一首《三个人的晚餐》。后来呢？好痛苦。后来那个男的呢？没有，那个男的其实那男的有在现场吗？有，一个是坐在两个人的中间，两个女人中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后来一个包啊，拍了一个出去啊，一个先去结账，一个人走。对，一个人就先走，然后两个人就觉得很无趣，就也走掉了。所以咱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迄个过去啦，哦，哎，看起来是你较坎坷，哦。无啦，我是比较幸运，我经验较奇奇怪怪比较多啦。好啦，可以啦 ，OK。来挑歌来唱。好，那我跟关节来唱这个。关节是像。关节的关节啊，关节，关节啊，关节呀啦，关节，关节，来唱这个四个愿望。好，好，我带来一首歌哈，这首歌叫《红线》，但是我今天有带几位秘密贵宾。哦，对对对，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四个愿望。